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93页，啊，693页，倒数第六行，从下半又大论语，从这看起，啊，有人也，能以百种根供养，是名百味。啊，这是解释经上讲的百味饮食。接着看下面，秉种素无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有人言呢，百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人饮食故百味。百味讲的有很多种啊，是按菩萨之果报摄与神通变化摄，则有无量味。这个果报时与神通变化时，参考资料在第三页大诸多论上说的，人饮食故百味，天饮食则百千种味，菩萨获得了生果报时，即神通力变化时，则有无量味，能转人心啊，令利于清净。重要的是末后这一句，能转人心，令利于清净。这才是饮食里面无比殊胜之事。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一个道理，饮食对人来说是能量的补充，
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实际上饮食或滋味也都是从心想生。啊，如果心上不想，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啊，真需要饮食吗？我们能看得见的，一些修定的人，啊，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的虚云老和尚，还有跟虚云老和尚类似的修禅定的人，他们入定了，而且常常入定，入定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一个星期十天是最普通的，啊，有入定一个多月、三个多月的，出定之后精神饱满。他告诉我，在他感觉的他入定的时间很短，啊，好像才两三个小时。实际上呢，两三个月了，啊，他没有吃东西，他没有喝水，精神饱满，为什么？啊，是他意念当中没有想到饮食。真的，佛说的一点都不错。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也听说，但是我没见到，好像这个人还在，不是出家人，在家居士。不知道修什么功，啊，有20多年没有饮食，不需要饮食，他活得很好，啊，他靠什么维持体力呢？他是靠空间，空气。啊，中国古老所谓的辟谷，啊，精神体力不够的，他大口的呼吸空中的，张开口吸空中的空气，啊，以这个来补充他的能量，理上讲得通。空气里头有能量，啊，我们看古典里面小说里头写的东西，笔记小说常常有，啊，《阅微草堂笔记》。啊，狐狸修行，他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他拜太阳；晚上的时候，特别是满月，是吸取日月精华。
啊，这就是太阳给月亮的能量，它在吸取。啊，有没有这个事呢？可能有，我没有亲眼看见过。啊，我听说的，但是说的这个人是个老实人，不会骗人。啊，抗战期间，我在衡山住了半年。啊，衡山县居住地方呢，在湘江的边上。啊，距离湘江不远。也不过就是一里多路，啊，在江边上。这个人家看起来是个富农，啊，家里面的房子很考究，两栋四合院，啊，两层楼房，老夫妻两个人住在一起。楼上是狐狸，狐狸在楼上，它成精了。十几年没有人敢上楼，啊，所以楼梯都拉掉了，啊，楼梯口封起来了。可是狐狸在上面活动，因为那是木板对吧？走路的时候声音通通能听见。啊，那个时候我们小，才十几岁啊，好奇，很想上去看看，啊，这母亲拦住，啊，决定不许哭上去。啊，听到狐狸在上面散步，都一家一家的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狐狸啊，真的成精了。变成人了，很多人看过，我看过一次。啊，那么大家都同样一个感觉，就是他的面目没有人看清楚，看的时候都是侧面、后面、背后给你看。啊，你看他穿长布、长蓝布的这个大褂。啊，老蓝布大褂，啊，看他飘飘然的，啊，在前面走，这一拐弯呢，就不见了。啊，我见过一次，有人见到可能是，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假的，啊，不是骗人的。啊，世界之大了。无奇不有啊！据说狐狸啊修成人身，跟人一样，要500年。那么这个可能修行不到500年，啊，已经是人的形状站起来，啊，没有人看到他的面貌什么样。啊，那么他住在上面，他也不害人，相安无事，啊，互不干扰，在彼此心照不宣。啊，那他吃什么呢？我们确实是有人看到的，不是我看到，有人起来很早，看到狐狸早晨在屋顶上拜太阳，太阳刚出山的时候，啊，这个看到的人也很多，啊，大家也不说，
所以相安无事。所以我们晓得，一切法了都是从心想生，由此可知，我们的念头要正，人可以能修成神仙，畜生也能。人可以成佛，畜生也能成佛。佛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切众生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地狱。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都叫众生。所以众生两个字范围非常广大。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畜生也是众缘和合而生，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只要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它有生灭，有生有灭，佛就不说它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那是真的。生灭法叫无常，无常不是真的。我们看到东西确实因为生活环境单纯。抗战期间年岁很小，十几岁，见闻不广。老一辈的老人，他们见的东西多。我们常常喜欢伺候老人，照顾老人，听老人讲故事。老人所说的这些故事，一大半呢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他不是编出故事来给我们讲的，那种人不多，那得有一点才华，普通人不行。普通人跟我说，同时亲身经历。我们听了很受教育。我在台湾，到台湾那一年，23岁。第三年，我就认识出荆州老居士。这个老居士阅历很深。抗战期间，他做四川，那个时候有西康，好像是税务局的局长，他是学财经的，告诉我学佛的因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好像跟李老师同年，他们是老朋友。抗战期间，大概在重庆、成都啊，就都认识。所以战后的时候，在台湾又遇到，我认识李老师，
他介绍的。啊，他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年轻学科学，在国外留学，他的岳父，他太太的爸爸张太炎，啊，这是民国初年知名的学者，提到张太炎没人不知道。张太炎的故事很多，他讲给我听。张太炎做过东岳大帝判官，所以他相信六道轮回。啊，但是他没学佛。啊，真正学佛，就在他做四川税务局长的时候，晚上跟朋友在一起打牌，啊，打麻将消遣，打到半夜一两点钟结束了，回家。那个时候重庆没有路灯，路灯是有，我们知道每一盏灯隔得很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这么亮，大概灯泡是20尺光，你就想得啊，只看到有个灯指着这是一条路啊，实际上看不清楚。他回去都是走路，虽然官做得很大了，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所以都得走路啊，一路走回去大概总要将近1个小时啊才能回到家。走在半途啊，前面一个人他也没有在意啊，反正晚上走路前头有人啊，有个人的时候是个女人，他说走了差不多将近1.5个小时，他突然想起来夜这么深，怎么可能有一个女人出来走路，这个念头一想呢，就全身发麻，汗毛直竖。他仔细一看呢，前头那个人啊，有上身没下身，他就知道了，那不是人啊！你看，在一起走这么久，绝对不是眼睛看花啊！这一惊啊，前头人就不见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他让他真正看到鬼了。亲眼看到的，绝对不是眼看花了的。时间这么长，他说他就真正相信了，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听说的他都不相信啊。相信之后，以前老药站那些事讲的那个他也相信啊，他认为呢不可能是造谣生死啊，老药丈做东岳大帝判官，这个地位很高。东岳大帝是大鬼王，管6个省。啊，6个省人的生死都给他管。啊，判官相当于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在中国现在说二把手啊。啊，这么高的地位。可能是判官呢有事不能上班，找他就代理啊，一个月待一个月，每一天晚上要到
东岳大殿里上班。啊，每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他就看有两个小鬼抬个轿子，请他上轿。他坐上那个轿子，感觉的不是人在地面上走，好像是在空中飞行。啊，很快到了，下轿去，那就在这办公室。啊，白天回来，天快亮的时候就送回来了，他就醒了。啊，去的时候不是人身去，是他的魂魄去。啊，人就睡着了，好像没有知觉。到第二天早晨就送回来。啊，他就记得很清楚，晚上办的什么事情。就老朋友啊，就把阴曹地府这些事情跟大家讲。啊，也没什么忌讳。告诉我们，阴间这个状况跟人世间差不多，讲的鬼道。啊，地狱道他看不见。啊，在面前也看不到。啊，鬼道，他是到鬼道上班，鬼道情形他看到。啊，生活起居跟人间差不多。啊，只是鬼愁眉苦脸，啊，看不到他们有开心的事情，啊，而且鬼道的天空永远是灰暗，好像阴天下雨的样子，啊，看不到太阳、月亮、星星，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称它做阴界。没有阳光，那么有人问他了，你在那里做这么大的官上班啊，有没有薪水给你？有，在那没用处，带到阳间来没用处啊，也有饮食起居。那么阴间的这个律法很严格啊，对于世间人行善积德，鬼王都很尊敬啊，对于作恶的人惩罚没有情面。啊，所说的巡视人间善恶的啊，这些无常大鬼是真的啊，日夜游神也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这都是道教里头所说的啊，我们相信。道家也修定，定中能够见到鬼道啊，不要很深的定啊。换一句说，鬼道的空间跟我们是很接近的啊，小定往往就能够啊。到鬼道去观光旅游啊，而且呢，人鬼杂居，不同空间确实聚在一起啊。我们这个房子间此地看不到鬼，鬼的房子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他看不到我们。啊，确实，人怕鬼也三分，
鬼怕人七分，鬼怕人比我们人怕鬼还严重啊！所以要真的遇到啊，大可以不必害怕。你不害怕，他就跑掉，他害怕。啊，我们要是怕鬼，他就欺负你。啊，他就跟你开玩笑。啊，那么遇到最好的方法是念佛。啊，念菩萨名号，这一念佛念菩萨名，他立刻就不见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言事起居都是念头生的啊，佛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境界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从自己心想变现出来啊，心不想就是三昧，就是入定啊，那定中啊这个空间维次都不见了啊，所以人间天上许许多多的境界都能够看得到啊，确实是如古人所说，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啊，许许多多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啊，但是总不外乎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才讲到了根本。所以菩萨的果报是跟神通变化色的有无量位，参考资料里头后头一句话，能转人心，利于清净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彼土甘露未食，焉可思议啊，这是祖师大德对他们的赞叹啊。实际上呢，底下说得好，所谓百味者呀，只是顺此方细数而啊，所以我们猜想这些现象都是从像我们这个世界啊，诸佛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的人道、天道啊、畜生道，这都有饮食，通通有饮食的习惯，有饮食的习气。初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时候这个习气起现行，哎，很久怎么没吃东西了，这个念头一动，这个念头才动啊，饮食就摆在面前啊，摆在面前，这个时候立刻就觉悟了，我不需要了，食无食者，因彼土众生呢，莲花化身清虚之体无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本无饥渴之苦，故无食者，他不需要啊，他跟我们的体质完全不相同。
我们的体质是阿赖耶的尽相两分。我们把阿赖耶的见分当作我们的心，把阿赖耶的相分呢当作我们的身。啊，阿赖耶的相分太大了，整个宇宙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在这么多相分里面取这个身，把它当作自己。啊，佛要不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我们永远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无量无边际呀。我们也是在这里取一分呢，大海里头取一滴水，把这一滴水当作自己。啊，这是事实真相。我见不能不破，破我见往生容易，消业障也容易。啊，为什么呢？知道生不生苦，我再不为生去造业了。啊，只要好好的保养这个身体，啊，真正为我服务，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提升自己境界，断恶修善，要用它了。啊，菩萨51个阶级，也要用这个身来提升。啊，至少在实行位前面7个位次有身体，从须陀洹到阿罗汉有身体，啊，阿罗汉以上就不一样了，啊，阿罗汉以上是化身。他还是没有脱离阿赖耶，但是这些高级的凡夫，他也不需要饮食。他用什么来吸取能量？用禅定，禅悦为食。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色界天就不要饮食了。这个。我们明了啊，初禅不需要饮食了，啊，欲界天还要，也就是说，他化自在天，有时候还要，越来越淡薄，啊，到色界天，五欲全断了，财色名食睡，这五桩事情断掉了。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才需不需要？需要，适可而止。你明白事实的真相了？为什么呢？到初禅都不需要了，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何必受这个累赘呀？啊，古时候财富是食物啊，啊，金银财宝啊，实实在在东西。现在财富是一张纸啊。什么人用纸钱呢？鬼用纸钱，
人还有用纸钱的，啊，抗战期间还用银元，啊，用铜板。啊，更早些时候，那我很小了。我记事的时候还有，大概一两年就没有了。啊，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了。六七岁之前，铜钱当中有个方孔，啊，那一个钱叫一文钱。啊，到民国了，那个钱少了，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还是管用，啊！民国出的铜板当中没有动了，比那个钱大一点，上面当十文，就是一个铜板换十个铜钱，那一个铜板很管用，一块钱是300个铜板。管用啊，真值钱的。啊，通常的工人给外面做工、包工，一个月大概是2块钱，2块钱他就能养家。啊，是那个钱真值钱。啊，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全用纸钱。啊，所以搞清楚、搞明白之后，确实，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多快乐啊，多自在啊！啊，人到无求品自高啊！幸福美满是从知足常乐这儿得来的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现在说说没有压力啊，身体没有压力，心情也没有压力，你生活就很快乐啊。生活的目的这个很重要，我活在世间干什么啊？如果没有目的，很痛苦啊。人生没有目标啊，像船在大海上。究竟往哪去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没有快乐可言啊，人要有方向有目标。我们今天找到目标，遇到释迦牟尼佛了，这找到了啊，我们的方向在西方，我们的目标在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一部经专讲这个问题啊，专门为我们做详细介绍啊。这个地方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饮食自在啊，确确实实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真正吃东西的人啊，所以莲花化身不是太深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这就是法性身。这身从哪来的？从自信变现。本无饥渴之苦，
所以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但为易落而食也。啊，这个是比拟，不是真的。啊，故见色闻香，以意为食，不是真的食。又此妙食，居正上用，它起作用，能增色力，而无变秽，复显彼土一切，悉皆超世稀有。啊，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你想也想不出来。啊，我们举个比方的时候，只能用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色界有28层呢，啊，这个色界18层。啊，无色界4层，色界天人没有饮食。啊，那么由这个地方能看到，极乐世界确实是超越一切诸佛刹土，非常稀有。啊，又摄者呢，身心柔软，于此妙味也无贪著。啊，我们这个地方世间饮食能引起人的贪心啊，所以在饮食当中修菩萨道，修什么呢？修不贪啊，讲求饮食一定要做，贪心起作用啊！啊，没有贪心的话，样样都是好吃的。啊，希望在饮食里头修得平等位。本经菩萨修持品里头有说，于所受用皆无摄取。啊，一切受用有没有这个摄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据为己有。啊，我们要控制它，要占有它。啊，极乐世界人没这个念头，与一切万物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什么都没有，而且一切万物随心所欲，它起变化。啊，比如七宝池里的水，我想深它就深，想浅它就浅，深浅随意。温度我想热一点，它就热一点；想凉一点，它就凉一点。啊，没有一桩啊不如人意的。啊，理想的美满生活环境，这到基础了，真正是一切万物随心所欲。啊，这个地方我们能不去吗？啊，那么实实在在说，真正无比殊胜的利益还不是这个，是在那边听经闻法了。
认真修学，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这才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啊第一个因素啊，啊，不能不去。我们要不到那里去，修成无上菩提，要无量劫。啊，无量劫的时间才能明心见性，绝不是偶然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修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梵王经上说，他自己说的，他早就成佛了，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才成佛的，不是的，他是来表演。是变戏法给我们看的啊，他这一次来表演八相成道，是第八千次了，常常来啊。阿弥陀佛也是久远界就成佛了，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表演的啊，成佛时节那怎么可能呢？啊，经上给我们讲，给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历史，从他发愿到这个愿圆满，五劫，从这里说起。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之前是无量劫，也是早已经成佛了。这些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整个中国慧能大师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问问能大师修多久？也是无量劫，不是无量劫怎么可能开悟啊？我们今天听讲安静听几十年都不会开悟啊，他怎么还没听完就开悟？啊，什么原因？我们无量劫都在六道里的搞生死轮回，错在这里啊，他们无量劫都在修佛道啊，遇到我们这些有缘众生的，他来做此事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这是慈悲到基础啊！
我们要明了，要清楚。啊，所以我常讲，修佛的人，修佛有什么好处？跟世间人来比，第一个好处，人间世间人对生死无可奈何，不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啊，学佛的人至少对这桩事情清楚了。啊，知道什么？知道我是永恒，是不死的。啊，生死是身体。这是一桩麻烦事。啊，身体死了之后，身体是我要，是我所有的，啊，属于我所有的。没有了之后，我怎么办？啊，好比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我们把身体比作真我，衣服就是我所有的。我手里有衣服脏了、破了，怎么办？脱掉换一个，换一件新的。同样一个道理，这个身体老了，不能用了，啊，死了，换一个身体。在哪里换？在六道轮回里换。这个换自己不能做主。谁做主呢？业力做主。这真的不是假的。业是我们在生的时候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啊，这个叫事。事造作完了之后就变成业。业是来生之因，啊，来生的你所报的那是果，啊，所以为什么要做善业，不能做恶业？恶业那个身体不好，畜生身体，我们看到了恶鬼的身体。地狱的身体，啊，最苦的是地狱的身体，要受果报啊，不是假的。道家的日历报酬啊。我请江老师把它画成一幅地狱变相图，不是假的。啊，现在我还想请他依照佛经所说的地狱，业因果报，再画一张。地狱变相图，那是道教的地狱变相图，再画一张佛教的地狱变相图。啊，佛教比道教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看了之后，人不敢作恶，人知道修善，那就救无量无边的众生。功德无量啊！啊，这是好事情啊！
他画出来，我来帮他流通。希望将这个地狱变相图做成光碟，详细加以解说。光碟制作成本很低呀。一般人家晚上没有事，看看这个东西。尤其叫小孩，小孩看到一点问，细细给他解说。因果教育在六道里头，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教育。为什么？人深信因果，了解因果，不但不敢做坏事，连起的恶的念头都不敢。这才真正是治本呐。伦理道德规范他，他不好意思做坏事。可是，在高明厚利诱惑之下，往往他抵不住啊，他还是肯干。他只想到眼前的利益了。如果知道眼前利益招来后面的果报，他就不敢做了。劝人断恶修善，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大。地狱变相图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常常回过去，国内的朋友多，现在的朋友都不在了，就很少去了。我送了一幅1/2的送给富铁山大主教，这是我的老朋友，他那是住协和医院，身体不好，我就看他，我带着这张图做礼物送给他，他看了之后非常赞叹。告诉我这个东西教化众生，断恶修善的最管用。我跟他说，古时候一个城隍庙，它所产生的功能至少抵得10000名警察，他桌子一拍，不止啊，10万。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啊！我很怀念福铁老，那是个好人。中国天主教的总主教，我每一次到北京都会去看他。有一次他邀我出来吃饭，请宗教局叶局长陪客，我们还有照片在那边。今天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打倒孔家店。
把伦理道德毁掉了，不要了。啊，毁灭所有的城隍庙。啊，这个东西是迷信。啊，这个东西是骗人的，不要了。啊，这些东西不要了，佛教也不要了，统统不要了，都是迷信，都应该被打倒。社会变成这样子，怎么办？打倒迷信好啊，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啊。应该现在的社会比过去要进步才对呀。啊，人民要更过得更幸福，啊，社会能够安全，啊，大家和睦相处，这是我们理想的。为什么得不到呢？清朝入关之后，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啊，国力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啊。那个时候的版图，西伯利亚是中国的，中国西面到里海，我们的版图丧失了三分，这四分之三呢，现在只剩四分之一。啊，清朝是怎么起来的？是个很小的族群呐。啊，他入主中国之后，把中国儒释道全用上了。啊，无他之道，武力没有办法统一中国，中国太大了。他入关的军队只有20万人，怎么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完全靠教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宗教的教育，他通用上了。啊，晚年这些皇帝啊，这就是少年公子出身的，靠祖宗之福啊，没有祖宗的智慧。没有祖宗那一种精神啊，只贪图享福，对人民那种关怀照顾疏忽了，国力就衰了。你看前这一个朝代，怎么兴的，怎么亡？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走他兴旺的道路，就能复兴；要走他灭亡的道路，那就没法子了。今天整个世界，我看对于文化的力量认识最清楚的
还是英国人。早先的一个罗素，后来接着一个汤恩比，罗素在中国住了一段长时期，在北大教学。对中国国情了解，认识。汤恩比知道得更清楚。他直接告诉世界上人，他看出21世纪社会的动荡。这人是有历史眼光，换一句话说，他在50年前就看到现在社会局面，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我是2005年、2006年，2年访问伦敦，参观伦敦的汉学，跟汉学院的同学举行交流，跟他们教授举行座谈会。我向他们请教，这英国历史哲学家所说的话，你们能相信吗？我们交流时间很长，谈得很愉快。他们最先不敢相信。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也不敢反对。最后我把他说破了。我说你们不敢不相信，但是有怀疑。他对。这是什么原因呢？认识不够透彻。虽然你们学的是汉学，你们的汉学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正如同文字排列，你们的文字排列跟中国文字排列恰好相反，中国文字排列是从右到左，你们是从左到右。譬如讲儒学、佛学、道学，这你们现在研究的东西是这么排列。中国人念佛的时候，学佛、学儒、学道不一样啊！你们今天是学什么？确实，你们搞的是儒学、道学、佛学，把它当做一种学术来研究，对，没有用在生活上可是学儒、学佛、学道那就不一样了，学儒要学得跟孔孟一样。你们的学院有没有出孔子、孟子？没有。博士很多，没有一个孔子，没有一个孟子。学道呢，就要学个老庄一样，
学佛呢，就要学跟释迦牟尼一样，这是智慧。所以，儒学、道学、佛学是知识，跟生活脱节了，不起作用。如果学儒、学道、学佛了，它管用。把儒学、佛学应用在日常生活，用在我们工作，无论哪个行业都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活的活学活用啊，这就能解决问题。汤恩比是从这里看的，你们搞错了。你们是以你们的逻辑去看的，所以它是一种历史，一种过去的事情，对现在没关系了。实际上，汤恩比讲的，它是正确的，确实能解决先前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它的根本完全相同，孝亲尊师。儒讲、道讲、佛也讲。佛家的三福，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下面是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就是根据这一句话。孝亲尊师怎么落实？《弟子规》落实。儒家讲戒律，这是根本戒律。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那什么都不要谈了。这是根本。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第三末后一句，修持善业，佛陀教育。这三根从这来的，不是随便讲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它真管用，人人都孝亲，人人都尊师，人人都重视道德，把五伦做到。五伦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五伦做到基础，凡是人皆须爱。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决定不会杀人，这个需不需要？需要啊！现在的社会暴力太多了，这个东西能解决，通通要靠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我们知道汤恩比他没有参与任何宗教，但是他说出来，宗教是人类所必须，人不可以没有宗教。就是宗教能规范人心，能让人遵守秩序，
啊，能带给社会和谐，能带给人类幸福。啊，你把这个东西统统否定了，你用什么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是对治人心的。人心没有德行，没有畏惧，那就太可怕了。啊，佛跟道都有高深的哲学，经典里面讲到科学的地方也不少，特别是大乘经。您现在尖端的科学、量子力学、大乘经上统统都有。他不是迷信的。啊，从科学发展趋势来看，啊，我认为决定不会超过50年。啊，也就是50年之内，科学家会肯定佛经是高等科学。啊，甚至于他们会认真的研究。啊，启发他们的智慧。把科学再提升一层。啊，我这个话也不是随便说的。所以，古人东西不能不接触，不能不读它。啊，从前读书人跟古人距离近，现今中国人对古人距离远，什么原因？文字改了。啊，现在大家习惯用简体字，对传统的汉字越来越生疏了。啊，那么只有靠少数人，啊，去研究、深入，把它发扬光大。啊，中国儒释道不但对自己国家民族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啊，外国人现在研究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兴趣越来越浓了。啊，我两次有幸访问斯里兰卡。啊，我觉得斯里兰卡的佛教依旧保存着2500年前的原味、原汁原味。那学佛到哪里学呢？要到斯里兰卡去学。
啊，斯里兰卡有小城，小城，小城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让我们看了叹为观止。啊，如果再加上大臣，那还得了吗？啊，大家真正努力，这一代人努力，下一个世纪，佛法就可能渐渐发扬光大了。啊，这个世纪地球可以恢复安定和谐。啊，这必须靠这一代人的努力，做出伟大的贡献。啊，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斯里兰卡的佛教，完全接受了，沉船发扬光大，啊，佛教帮助这个是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啊，我们不需要改变别人宗教，希望他们学习佛教的经典，我们首先学习他们的经典，我们跟他往来，我懂得他们的，他们不懂我们的，就吃亏了。知己知彼重要，我们学他们的，他们就会学我们的。啊，这样一学习呢，当中许许多多矛盾问题全部化解了，冲突再也没有了。啊，宗教才能够领导社会。恢复安定和谐，啊，带给人类永续的幸福美满。宗教教育管用啊，很好用啊。中国过去历代帝王不糊涂，如果糊涂迷信啊，欺骗老百姓，一个朝代怎么能有300-400年？你想想，他当然有道理啊。啊，一定到将来外国人佩服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才会回头。我们是看外国人，他说好我们就说好，他说不好我们也说不好。对自己的自信心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可悲，可悲在哪？可悲在丧失自己的自信心，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丧失了自我文化的自信心。我找你向方老师请教，啊，佛教传到中国，大量的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
印度的高僧送过来，中国高僧大德到那边去取经。回来之后没有完全翻译，精挑细选，选最重要的、最好的先翻。翻成中国文字之后，那些梵文的原点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到哪里去了？我对这个有疑问方老师听到我这个问法，哈哈大笑，我就被他笑糊涂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呢？他笑我无知，笑我不懂，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现在中国人完全没有自信心古代中国人是充满了自信心翻成中国语文之后非常得意，非常欢喜，认为意思完全翻出来了，保存的没有欠缺，没有错误，而文字呢，比梵文文字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中文的译本可以代替梵文，梵文可以不要了。这是什么样的气概？我相信方老师说的话是真的。认识古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真正是泱泱大国，称之为天朝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古圣先贤发明这个汉字跟文言文，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罗素赞叹，汤恩比更没话说。这种文字，这个工具，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其他的任何国家所选都没有。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它能够原汁原味保存永久，不受时空限制。现在几千年了，几万年之后它也不变，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中国文字学习难不难的？不难。依照中国方法去教小孩，9岁10岁就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文言文的文章，我们看到了。早年我有十几本，民国初年。小学教科书给小学生的作文，模范作文这些年居无定所，到处搬家，搬到现在还剩3本，我放在澳洲。我常常怀念的小学生不到10岁写的文章，
我在讲经说过几次，真就有同学，我非常感激啊，他们替我收集寄给我，现在我有50-60本啊，我想我都要把它印出来啊，送给学习文言文的人看，增长他的信心啊。这些本子里头，低年级的，年岁最小的8岁7-8岁，年龄最大的11-12岁，你看他们写的东西真的，现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博士写不出来从这些文章里看出来，不但文字美，思想纯正啊，啊，那么在现在人看的时候，他是从反面看，小孩都这样，都被他们教笨了，笨头笨脑的，没有现代知识。啊，怎么能赶得上现在时代？细心去观察，他赶不上现在的时代，他能治现在时代的病。现在社会诸多的病端，他有办法治疗。这就讲到中医了啊。那么中国这些典籍全在《四库全书》里头啊，都收集在这里头啊。这是世界上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啊，任何一个国家族群比不上中国，保存完整的 啊，四库要大量反映的 啊，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啊，甚至希望每一个乡镇都能有一套啊，这是人类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宝藏啊，真是智慧啊，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好东西 啊，世界上珍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啊。什么是宝？这是宝啊，我年岁大了，年轻的时候过流浪生活，居无定所，这些书我知道是宝，我都没有读过啊，所以书局一出版，我是全心全力买了102套啊，现在还有很多人要，我又凑一点钱又买了10套啊，我向商务印书馆买了112套，干什么？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我们怕灾难啊，但是大灾难来了，不可能全世界都会有灾难，总有一些地方
还能保存。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保存。啊，决定不能让它毁灭，它能救全人类。啊，这种文字排列方式，古今不变的，超越时空啊！我们要珍惜老祖宗的心血。我们疏忽了，这个东西失传了，对不起老祖宗。啊，世间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啊，当然能保存，底下重要的大事就是要有学习。啊，那么学习文言文有没有出路？有。未来的大学里头，中文系一定是读文言文。你能够学好了，将来就是老师。啊，传承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你要有这个使命感，好好把文言文学会。其他的都可以放下，啊，这一般事情很多人都愿意干，给他感觉，自己好好就读古文，啊，一部，专攻一部，一生专攻一部，10年，就是世界顶尖的汉学家，啊，这个10年当中，首先。古人讲读书千遍，1000遍读下去了，大概可以背诵。啊，能背诵的时候就方便了。每一天至少从头背一遍，10年，叫滚瓜烂熟。意思呢？意思可把自己就出来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要是问为什么这样读的话，会得定啊，会得三昧啊，得三昧之后会大彻大悟啊，就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啊，九缘界已经成佛。但是这一生从小长大呢，他跟谁学的？没人教他，自己通的啊。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也没有，以后没有再补习，一生就是不认识字。啊，你有什么经典向他请教，念给他听。啊，法达禅师学《法华经》学了10年，背得滚瓜烂熟，就是没开悟。啊，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啊，方便品大概还没念完。六祖告诉他：“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了。啊，这是什么？因界得定。因定开慧，他智慧开了，一看就明白了，一听
就明白了，哪要那么麻烦呢？从头到尾，所以所有这些注解都不必看。你只把心放在专一，我把它念十年。首先，一千遍念背，背完之后，每一天背一遍。十年之后，你道道地地是这个专家。著书这个人他的意思，你体会的比他还要深刻。这个东西方法是秘诀，是佛传的。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了，儒采用了，道也采用了。但是虽采用，没有佛那么彻底。我跟诸位同学讲的彻底。你什么都不要着急，什么都不要担心。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屋子遮避风雨，行了。我每天干什么事情，我就干这种事情。除了干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肯定悟出来之后，比什么人讲的多高明，讲的多透彻。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做实验成功了，告诉别人，这个法子好。不操一点心，不要去找这个注解那个注解，找的什么，把心都看乱掉了。一心打破了，不看，我就是专心一部书念到底。像这个经文，不用念注解，念无量寿经经文，无量寿经经文不长，一天至少念十遍。能念二十遍更好。后天规或者是规定，一天念十个小时。十年不缺，你不明心见性的才怪呢，没这个道理啊，决定明心见性的。修持品里头这两句话要记牢。于所受用皆无摄取，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决定没有据为己有的念头，我通通都不要。要什么？我要三昧，我要开悟。释迦牟尼佛一生身边没有带一个装书的书包。慧能大师一生到处弘法利生，也没有带个书包，也没有带一本书。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呢，那秘密都被我们看出来了。放下，万缘放下。今天有个同学给了一份这个东西给我看。大概的你看不清楚，是微信里面，微博、微信，万人弘法平台，人人网，随喜护持信息，这个里头有银行账号的号码，还有我一个照片，这有我一个照片，净空法师。记录了讲平常讲经的几句话。但是这个里头的户名不是净空法师。他得有户名。大家要记住，这个钱汇给他的，不是汇给我的。这个人我跟他不认识。这样的事情不止他一个。
在前几年，叶小文局长到香港来访问，我跟他在一起吃过一次早饭，他告诉我，国内有很多人打着我的名字做不法的事情，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但这个事情我们来处理。我说我感谢你。那么我告诉诸位同学，我讲过很多次，请大家不要寄钱给我。但是我银行确实有号账号，有一些人知道，还是送钱给我，送钱给我是找我麻烦，找什么麻烦？我要想着替他做什么好事，他也不给我，我就没有这个念头了。现在有一桩好事，我把银行钱全部提出来，奉献给斯里兰卡龙溪国际佛教大学。这个大学是斯里兰卡国师强迪马法师发心建这个学校，我全部随喜，我想把账户关掉，但是他还有一桩大事，就是再建一座一所国际宗教大学。佛教大学是要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有一切经教法门在这个学校沉传下来，南传北传，北传主要在中国、蒙古、韩国、日本这个地区，以汉文为主，汉文这一个系的，另外呢还有西藏藏传，所以有巴利文系，有藏语系，有华语系，就是汉语系，中国8个宗派，希望将来小乘2个宗派也起来，居士宗、陈师宗，那么中国10个宗派，日本13个宗派，所有各个宗派都在这个大学里头把它复兴。将来全世界佛教的中心点就是在这个大学，希望它能够传遍全世界，我们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总统护法可以说斯里兰卡总统率领文武百官做佛门的大护法，世尊在世将护法的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不是这样的人护持不了。那么我们希望不但护持佛教，护持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那就是第二个宗教大学。佛教大学很快就开工了，我希望明年我们来筹备宗教大学。所以这些钱不做别的用处，全部做这个用处，我让大家放心。我自己年老了，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这些钱极乐世界不要，极乐世界不用这个东西，我一分钱不会带走。
啊，所以我这个丈夫呢，也就等于是龙溪大学这个宗教啊，国际宗教大学的基金，我全部给他们。啊，那么诸位，我看下一次我在强地巴法师呢，把他学校的这个账号拿到，我会公布在我的网络，公布在我们的这个电视上，希望大家直接寄到那里去，就不要经过我。啊，那么这是最爱护我的，也不找我的麻烦。啊，可是我知道还有一部分人，啊，他对我有信心，啊，要我转一下，这个我也还可以，啊，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啊，我愿意尽一份职务，啊，帮助大家服务，啊，那么这个东西多，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这个地方捐钱，他们也是做好事，你是捐给他的，不是我的，跟我完全不相干，啊，这个必须要注意，谢谢大家。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